早上的时候，主下腿，主下腿毛，天上有好多那个横条啊，也很有那个竖条啊，横条和竖条，合起来，就像一个井字啊，就像一个井字啊。 合起来就像个井字啊，合起来就像个井字啊，现在他们正在施工的，就是水下啊，水下像井一样，像井一样的那个地方啊，像井一样的地方啊，要把那个地下那个通道啊，要把它要施工的部分呢啊，正在进行当中。 正在进行当中，大批的人员设备都到了，大批的人员和设备都到了，但是要那个要安葬那个断水呢，还要过几天啊，安葬断水还要过几天啊，还要过几天，还要过几天啊，比预计的要。 要慢一点，各个地方衔接过来要慢一点啊，就告诉我这个事啊，免得让我失望啊。这早上的时候我还正在看着那个水啊，在想这个事啊，知道了啊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